这是71年前摄影师在重庆拍摄的影像。这一天，重庆街头只见四散奔逃的人群。这个警报一开始是非常可怕的，那个声音呢，就拉警报那个声音呢，是特别吓人的，有点像那火车那那些，有点像那狼叫一样的，呜的，惨得很那个声音。一拉警报，家家户户都逃。大人孩子拖着走的，抱着的，背着的都有，哎，就那时候给我的印象，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的印象就拖，有时候甚至就拖着走了，不顾一切了就走。1939年5月3日13时17分，涂有血红圆盘标志的36架日军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日机从容编组列阵，轮番倾泻炸弹，战时陪都重庆笼罩在烈焰浓烟之中。这个轰炸出来的话，因为我们到里面去了都看不见，但是一出来以后，你看那个血肉横飞，不要说血流成河，至少是全是一片红的，哎呀，那还有臭味，还有臭味，挖出来我不是说嘛，那个人呢，跟那个人都粘住了，那皮肤粘住了的。所以说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可怕的这么一种印象，童年时候就留下这么一个印象。这一天，重庆3000多市民被炸死，20多万人无家可归。2年前的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后中共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也迁至重庆。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心全部移驻重庆，但日本人显然不愿看到一个团结的中国。1938年2月18日，日军开始轰炸重庆。那个时候，我祖父抽大烟，他把那房子啊、地皮都卖了，我们都不知道。最后，我的叔叔他在重庆电力公司当业务主任，他就想把我也训练成一个医生。我读到初中，刚刚读完了，才15岁时候就到重庆了。一到重庆就没几天，就碰见那个大轰炸。那个时候，傅汝梅还没有来得及想自己要不要做一名医生，现实中的炮火就击碎了他所有的梦想。哎呦，头一次炸的时候，我们还在那数啊，还在1、2、3、4、5、6，9架轰，不知道它飞下来是干什么。我们小时候嘛，穿着鞋子睡，那个鞋带子不许脱的，我们的脚都是放在外头睡觉。那个包包都放在那个国门那个一个吃饭的桌子上，每个人的包各是各的颜色，自己到时候就跨起就下就都不需要找大人，你就可能往你自己平常的这个房东。重庆是山城，大大小小依山而建的防空洞成了这个城市最无奈的建筑。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总是挤满了惊慌的面孔，只要警报不解除，人们就只能闷在这里。结果呢，很长时间都不解除，人在里面就有时候就地大小便，
这个是太多了啊，就在里面，你可能在外面拉小人，不可能的事情，就在里面，男男女女不管，蹲下就拉。到重庆那一年，曾宪户刚满5岁，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带着年纪较大的2个哥哥和1个姐姐去了延安，曾宪户和弟弟跟着舅舅留在了重庆。我那个时候仅仅是5岁左右，我弟弟很小，刚会走路。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跟我的舅父一起到了这个防空洞里边去，啊，甚至于还没进防空洞，飞机就扔弹。日本人轰炸，疲劳轰炸重庆，没完没了，一个礼拜解除不了警报。他9架来了。炸了，叮当了，他刚还没走呢，武汉又起飞了，重庆警报就不能解除，可以这样拖到1个礼拜，就是24小时都处在警报状态上。康国雄在重庆长大，父亲康新如是重庆的陪都参议长。1939年，康国雄10岁，他每天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躲避警报。那时每个孩子的脖子上都挂上一个写有自己名字、学校和家庭住址的小牌子，只是为了在万一发生不幸的时候便于联系。1940年5月，日军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这是一场看不到敌人的战争。一开始害怕，后来不怕了。为什么？大家都心有所长了，而且在里面，这个谈笑风生也有的，啊，这就谈谈这个什么生活上啊，那么我今天能不能躲过这一天，对吧？也说不得我们第二天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咱们就没有了，也谈这些东西啊，就是听天由命的那那种感觉。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5月，枣宜会战打响，1个月后，宜昌失守。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后，更加紧了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与此同时，在欧洲，在日军占领宜昌的同一天，德军攻占巴黎，法国向德国投降。随后，法国政府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1940年8月19日，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对重庆实施了又一次惨烈的轰炸。中国的抗战前景，如同重庆的上空，迷雾重重。1940年，每到星期六，康国雄的家中总是人来人往。那时候我们呢，躲日本轰炸，就住在汪山。到汪山以后呢，星期六那天晚上，肯定那个客厅就是一个桌子赌钱的。哎，请大家注意啊，我提议忠良兄跟玉珍小姐表演这个探戈。唐国舞，唐国舞。1940年，重庆大街小巷仿佛一夜之间开出了许多歌舞厅。
打扮时髦的太太和先生们出没其中，在这里丝毫看不到遭遇连年轰炸的痛苦。因为当时也是很仇恨那个什么那些贪官污吏，那时候就很仇恨老百姓，就是民不聊生的那种生活啊，是过得太那个了。此时在四川，甚至一只鸡、一个蛋、一根葱都要收税。八月的《新华日报》在《米价在飞涨》一文中这样描述：六月间，米价已涨到旧斗10元一斗，如今仅隔两月余，而米价已升到32元一旧斗。这样的局面，受苦的自然是百姓。1940年，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极大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陪都的防空洞里甚至有了汉奸。紧急警报拉响以后啊，飞机要来了之前，这个汉奸呢什么都会大叫、喊，甚至拿着一个东西摇晃。如果一个静止的目标在飞机上是不容易发觉的。只要你下面活动，那就看得见这是目标，就是指挥炸流，而且专炸这个洞口。面对种种困境，曾宪户一家不得不迁离了重庆，但四处漂泊的生活更加困苦。有一次，曾宪户的妹妹得了重病，一家人凑了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几副药，但病重的妹妹始终不见好。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呢就跟我的继母结婚，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我家里面呢，就我的小妹妹得了一次重病，很瘦了一点，很虚弱。所以我母亲就说，我不能这么看下去了，干脆就把她埋掉了。我跟她的感情很深的，后来我始终不让，我坚持不要埋。后来反正是我爸爸讲，既然人死了嘛，这个药也没用了，干脆全部给她吃了算了。这个药一吃下去以后啊，到了凌晨3点钟左右的时候，天还不亮，我一直守在他旁边呢，他居然哭起来了，哎，哭起来了，这个很，而且流眼泪就说不出话，哭起来。那个时候几岁啊，我都忘了，反正很小。后来看我就赶紧把爸爸叫起来，我说活了。妹妹救回来了，可生活依旧难以维持。11月的最后一天，《申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隆冬已届，严寒迫人，且米价高涨，街头冻饿而避之贫民，据蒲扇山庄报告，日近100人，而奄奄待毙者尚不知其数。11月的重庆上空又弥漫起大雾，雾中的重庆一片茫茫。1941年10月的一天，重庆的剧院里座无虚席。在往常的日子里，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这一天，剧院里上演的是话剧《天国春秋》。那个时候，这个戏很轰动，这个进屋的学生啊，来看戏排队排队排队，完了可演戏演的像那个演的3到4个钟点，哎对，哎演的戏天亮了就睡在古代那个椅子上。10月是重庆的雾季，日军的飞机难以在这样的天气里实施轰炸，硝烟弥漫的重庆只有在这时才多了一些安宁。但是日本的飞机，他一看到飞重庆，完全是看不清楚，他不来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演戏。重庆啊，他没有什么娱乐。就除了一个是家里跳舞会，家庭开跳舞会，一个呢就是看这个这个话剧啊，所以这话剧非常非常的这欢迎的哈。去年演出的时候，观众打着铺盖卷来买票，在门口买票，都是青年，一些爱国青年，影响很大。重庆有好多话剧。屈原是最有影响的，
据说在当时的重庆，连拉车的把式都能说上一两句屈原的台词。每当雾季来临，就会有这样的演出。艺术家们没有什么收入，但只要能够演出就够了。王维就导演了一个火爆戏，叫《战争与和平》。在台上唱个歌呢，就下来以后就募捐，捐的抗战。在上面就等着吧，也这个场就越来越多，都观众都在这里踊跃献捐金。有的观众呢，看了话剧以后，思想有些变化了，开始是学生，他说我不能，我参军了，走了。去抗日去了。他说这么受到哪个戏哪个戏的鼓舞。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日子里，艺术家们用话剧鼓舞着人们。重庆人把这样的演出称作雾季公演。艺术家们演出需要钱，重庆维嘉院坝16号酒精厂的任老板总是慷慨解囊。每个星期天，我家里的文化界人士聚会，这样子他们体力在重庆，有矛盾写剧本演一个话剧。清明前后是我当时拿钱跟矛盾写剧本。那时候由于汽油少，酒精就作为代替油使用，所以任宗德的生意做得很不错，他也经常用自己的钱资助话剧演出。维嘉院坝16号也多了许多文艺界的人士。不仅如此，任老板在重庆交往特别广，在国民政府封锁话剧演出的日子里，任宗德的家又成了进步文艺界人士最好的掩护。有一次师徒会明母亲做寿，我就亲了蒋介石的儿子蒋卫国到我家跳舞，可是目的不在此，目的是周总理要带我家来邀接重庆文艺界的人士开会。蒋卫国在楼上跳舞，楼下周总理、郭沫若、沈岸兵、郑君如，好多人呢、100多人呢、开了一个钟头的会。周总理开会走了，蒋卫国在楼上还跳舞。这样的场景不断在任宗德的酒精厂上演。没有轰炸的日子里，维嘉院坝16号总人来人往。从1941年开始，雾季公演持续了4届，共演出了大型话剧110多台，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意志。雾季过了，轰炸依然持续，但苦闷却一点点散去，防空洞里也似乎有了些生气。城防指挥部搬进了防空洞，报馆也搬进了防空洞，甚至有人在防空洞里开起了茶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饿，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1941年12月30日，位于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3条主干道交叉地点的纪念建筑物修建竣工，工艺定名为精神堡垒。那个时候捐赠啊，什么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的也捐献飞机啊，这样的。像我们那读中学，每天都在城里头都是演那些街头剧、演剧呀，有哭有笑的演话剧呀。不卖东洋货，什么要不要的抵制东洋货，不卖日本人的账，要爱祖国，爱中国，要见证我们中国的空军。像许多人一样，傅汝梅最单纯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
虽然家里人都反对，但他还是跟一个飞行员订了婚。康国雄虽然年纪还小，但康家来往的客人都是大人物，这为他募捐提供了不少便利。我那时候在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动员为抗战捐款，就发动学生出去捐款。后来我想找谁呢？找杜月笙吧。我就说，我杜百元，你捐点钱吧，就给他讲。他当然很大方，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支票，我还嫌少了，我说你再给点吧，再给点。他说你是等我秘书来了。我说你随便再给点就行。他就一再的就推，我一看算了吧，拿了就算了，我让他走了。回家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说你真胡闹，他不会写字，他就会写杜月笙三个字，你喊他给你签支票，他咋能签呢？康国雄已经不记得到底从杜月笙那里募捐了多少钱，但他却清楚地记得，在学校所有的同学中，他是募捐最多的。与此同时，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债券募达1000多万美金，为全国之首。有钱的捐钱，没钱的那就出力。抗战期间，重庆有红十字会救护队员10751人，空袭服务队队员5500人，水电维修技工1236人。蒋介石曾特地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Show you that China is eager and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other peoples to lay a true and lasting foundation for a sane and progressive world society which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 arrogant or predatory neighbor to plunge future generations into another orgy of blood.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说十分成功。对于重庆市民来说，她带回了美国的援助。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将军指挥美空军，仅在7月下旬的8天空战中，就击落日机62架，自己仅损失3架。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重庆终于有了安静的天空。1944年，已经是抗日战争的第7个年头了。年末的一天，大雾弥漫的重庆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从贵州传来消息，在豫湘桂会战中，日军攻占贵州独山，距离重庆已近在咫尺。就是1944年，日本打独山，攻下独山以后就要攻贵阳。当时重庆是人心惶惶，很多人逃难了。虽然国民政府随后集中兵力夺回了独山，但抗战的前景依然渺茫。刚刚从轰炸的阴影中走出的重庆，再一次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人的求生的这个欲望是很强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啊，人人有活的这个有一线希望，那么就活着。反正就是大家奔跑。躲藏为了什么？也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活着。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生活在重庆的人们坚强地活着，只有活着才不会失去希望。
本終了なる南自新民主新和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马路上、边上全都是人，大家就是欢呼、高兴啊，放鞭炮。哎呀，真是因为多少年被压抑的心情呢，一下爆发出来了。这孩子的心里面是，早该把他打倒了。的确，早该把侵略者赶走了。中国人为了这一天坚持了八年，在当年精神堡垒的原址上，竖起一座高30米、碑身6面大石碑，名为“抗战胜利记功碑”。后来，康国雄中断的学业得以继续，他重新走进了校园。曾宪户一家终于又回到了重庆。傅汝梅毕业后成了一名战地护士，她也最终嫁给了那个飞行员。任宗德创办了昆仑影业公司，继续支持进步文艺。1946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凯旋南京，国民政府将一纸还都令留给了历史。写满沧桑的那种脸，最打动我的是他们的那种淡然。当我们静下心来听他们叙述的时候，发现他们当年去奔赴沙场冒死拼搏的时候，依然是能